我给你定一次舞台，然后那个这轮的话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多支持一下。我们带来了一支比较流行的一支舞蹈，我也不知道是属于什么类型的，属于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比较动感类型的吧，说不出来是什么类型的舞蹈了。然后希望你们会喜欢哦，然后帮我们多点一下关注，点点心打打卡哦，然后免费的鲜花送一送。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打赏广告先，左上角的五星虎秀嗨翻天点一下一元，然后那个看舞蹈最爱993，全网既专业又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来吧，跳舞吧。对吧，其实这支舞蹈是我们这两天刚刚排的，而且就这两天刚排，然后因为人比较多，所以舞蹈可能就说排的时间没那么长嘛，因为我们像中午12点我们要直播到晚上9点，排舞蹈的时间也不是特别充裕嘛，所以说我们就排了，就如果加起来的话一共可能就排了8个小时不到，所以说
请多多包涵一下，多多包涵。那么我们还剩下两支舞蹈啊，还剩下两支舞蹈呢，你们看一下，想要看哪一支舞蹈，我们先选一下好吧。谁去那边弄了？第二支舞蹈呢叫青花瓷，第三支舞蹈叫 Wiggle Wiggle， 跟上面一个妹子他们跳的是一样的一个组合舞蹈。那你们扣一下，看一下喜欢第二支还是第三支。那么我们准备截屏一下啊，选一下，准备好了吗？三二一，哦哦，好吧，恭喜这位，这个名字听得不太清楚啊。那么现在我们打一个小广告啊，我们上面的五行五秀，左上角的五行五秀还翻天预约，点一点，喜欢我们的话直播室通知一定要点一点哦，不然到时候会找不到我们的，我们家美女可多了我跟你讲。然后呢，哦，还有下面免费的星星点一点，还有免费的花花送一送，感谢感谢。那么呢，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第三支舞蹈，好吧？错，是第二支，选项是第三。Hello, Venus.
啊，感谢啊。那么哥哥们记住啊，直播是通知一定要点一点，那么我就不再打广告了啊，不打广告了。甜筒韦大少，你又在那里捣乱，还叫甜筒呢。那么哥们上就说左上角的五行五秀还翻天点一点啊。那么我看一下还剩多长时间，四分多钟啊。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支舞蹈叫青花瓷，还有最后一支青花瓷啊，最后一支青花瓷。那么话不多说，赶紧跳，准备了，勾勒出青花，笔锋浓转淡，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，冉冉檀香透过窗，心事我了然，宣纸上走笔只此搁一半，釉色渲染仕女图，韵味被私藏，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，你的美一缕飘散，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。天静在等等你，把握在等你，炊烟袅袅升起，隔江千万里，在平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，就当我为你剪一伏笔。天静在等等你，把握在等你，月色被打捞起，全世界的精华在此骨子美丽永远的笑意。